电报，你全民上线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斯诺克啊、哦，这个礼拜六才新装好的啊、哦，四颗红球啊、哦，五分点，看能进几颗啊。哦距离真正认真打斯诺克超过三十年前了吧，差不多三十年啊、哦。那你说小时候那种小台子另当别论。这个五分点是斯诺克的要练的基本功的球形之一了哈、哦，站姿也不一样。连进三颗，哎，有机会吗？太戏剧化，差一点，差一点连进四颗，来，再试一次看看啊。五颗进四颗也不错，如果这一颗能够成功的话。哎，五颗进四颗，来，宝刀有点未老的样子哦，哎，可以再来练习。不过打了斯诺克之后，去打花球，那手感是完全两回事。斯诺克用的 A 点打杆非常的多，好，改天再来试试看。一样，这个大家有空可以来球证走走，然后一样保重平安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